Edison 讲风姿，口震震。风姿分辨未有进展，霆锋寻日就继续在大马开工。有传他约了律师在当地见面，还谈好晒啲嘢添。可能妹妹婷婷和安志杰寻日去到大马，就是为了开解霆锋啊。搞成咁，都是因为在飞机和拍支自拍的 Edison 咯。他寻日11点几去上海，木口木面乜都唔得。本嚟夜晚8点约喺上海出席嘅代言活动又临时甩底，拍片 say sorry 就算。大会咪博佢广告补数咯。各位，您是笑了。不过之后大会又安排第二个地方同佢开记者会。讲代言产品时，佢都笑晒口噶。当然，不好意思啊。但当问到风姿分辨。不好意思，今天不回答这个问题。OK， 我已经好，我会说，对不起，我会说这一句，就是我在台湾已经回答那个问题了。那如果要听我的答案，你就可以上网看一看我那一天怎么回答人。就这个，我已经说过，然后我叫陈冠希，不是他们。之后问他会不会祝福风姿，他就继续口震震，牵强笑了笑啊。